人生万物，各得其法，功名仕途不是唯一。就是这几个蝼蚁，害得神道暗桩接连折损。有什么发现？我说了，我可以破解。东南角，巽卦位，应该是这里。如果这背后真的是春秋大变化。 那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呢？与其找证据，不如先下手。回防打草惊蛇，我还可以继续当诱饵。白里红里有危险。